第五十九代杨还须祖师，东土十三代十三祖杨祖慧还须，号守一，乃观音古佛化身。杨氏历代善根深厚，喜悟丹经，自遇徐祖后屡考不退的受制道，与徐祖统领天命执掌道统，教化群贤，后与徐祖替众顶灾舍身了道。道徐杨二祖归后，元祖复掌盘调理，至元祖乐道，嗣后邪魔乱道，元祖乃显象于汉阳，派出五行十分正邪，永定云臣张臣司时仙佛圣真同五老分信灵将士助道，阐发经义，解八部丹经，作收元之鼎瓶。